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方塔纳的李维斯 Library and Technology Center， 它是一个自动门，可以开关。今天是星期五啊，这是老莫在那个打扫卫生。他是星期五的时候是10:30开门，到下午6点，阳光明媚啊。这是蓝天，蓝天。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学习，可以自修啊，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是2层的楼，比较漂亮。等一会儿就进去了。然后这边是外面的咖啡厅，咖啡厅大家可以，这边是有个钟楼，到整点的话就会那个。然后这边是咖啡厅，大家可以在这里一起吃饭呢，什么都可以，比较好。然后我们吃一点，吃一点红肉。好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这是张向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方塔纳给您带来的报道，拜拜。每天我们都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旅途上如果感觉到疲劳的话可以一起读书，我们有美国读书会，会给大家一起分享美好的书籍、经典子集，对滋润我们的心灵非常有帮助。